虚拟 AI 应用 HoloModel 的开发商与智能全息机器人制造商 Gatebox 宣布合作，将一同开发新式的 Gatebox 产品。 Gatebox 是日本新开发的模拟养成系统，也可以称为 3D 显像器，是利用一个圆柱体弧面玻璃中以立体的方式呈现一个 3D 的动漫人物。人物具有通话功能，能够连接手机进行类似短信的交流，也可以连接家电进行控制。